慈济人去帮助，把起简易屋起来，那以为呢他们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回去看他们的时候呢，看到了很多孩子们啊，也都睡在地上，所以赶快呢又帮他们送福会椅，还去帮助他们，所以呢大家都很感恩啊，感恩事可多了，这都是呢菩萨所愿，缘苦众生爱的能量啊，远近不关心远是近啊，总是真诚付出，我们要好好的时间把握，空间利用，人与人之间要互动，所以拉长情扩大爱，看天下灾难偏多，更需要呢就开阔菩萨道。